主料栗鸡肉250克，辅料豆瓣酱30克，糖5克，醋3毫升，料95毫升，干淀粉干木耳10克，笋150克，姜5克，葱15克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笋切丝，姜片炝锅，下入了用淀粉生过姜的李子丝，炒散豆瓣酱和糖，料酒调成汁，倒入锅中，下入木耳丝和笋丝，炒匀，淋入醋，略炒，烹饪技巧，醋后下面的味道完全挥发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